哦，水月湾 Loon Tour 啊，我不晓得里面能不能拍啊，托朋友的福进来看一下。哎，按能不能拍啊？可以吗？可以哦，OK，好。哦，这是大门吗？好，你好，因为他是一个 YouTuber。没有，不是好不好？不要乱讲话。为什么每个人都讲我是 YouTuber？我根本就不是好不好？我是伪 YouTuber，OK？啊？这是拉比就对了。你们是高雄的建设公司吗？后院，这算是后院。这是镜面的，镜面。对，我们都做镜面，然后它整个设计都是一彩结那旁边这个是你的电梯是黑这边钥匙比较大，吗？这边也比较小。对，一大一小。这是黑钥匙吗？Total 是几楼？你是买12楼啊？Total 是几楼？12，Total 是24楼。二是那个住家直到23。那24是 Club 吗？对，空中的交易厅。哎，那个有楼中我是在另外那一栋里的。对，楼中我是80平的，直到23呢。它12楼，它最后如果前面它那个 mall 盖起来，应该也挡不住吧？挡不住，挡不住顶吗？多都5楼而已。但他也不知道会不会盖啊。对，可是应该是它这很边大如的果问有题，因为卖起来的话，应该就会了。对，他们在等时机点。所以说你也是台南人吗？嘉义人。嘉义人，哦。那你们是公司直营还是代销啊？我们是公司自己。直营的，对。对，小心脏有就是这一间嘛。对，这间。光看到这个景就值得了。你要 check 它的管路吗？这个它这应该有自来管路吧？是水吧？我看一下别的地方，你们忙。Oh my god！是要从哪边出去啊？Oh my god！Sweet！真正水啊，2000万花得很值得啊，漂亮。那安平港啊，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那个是渔光岛桥。OK，前面完全没有遮蔽啊，听说前面的空地有可能会开那个 mall 吧，shopping mall，那可能要还要一阵子的，只是可能。5楼应该还好，最近 IDF 一直在演练呢，吵死了。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安平港。Nice，very nice。那因为是毛坯屋啊，所以说里面都空空，什么没都没有。到时候它地坪，建坪是看一下卫浴好了。它这样子建坪是多少坪啊？那个不好意思，它这样建坪是多少坪？94哦。对，94。室内的话是多少？60、61、62。61、62。哇哦。因为我住户比较少，所以其实公设的部分都是回馈给住户比较多。你们卖了几层了？你们现在卖几层了？卖到快5层了，对啊，你们盖好多久了？1年多，去年5.19完工就回。有，我刚已经在外面待了好几分钟了。看一下卫浴哦。
哦，我这是应该是进口的牌子吧？什么 Amandes？ 这个我懂啊。哦，好难念的名字，真绕舌。哎呦，它这应该是哦，没有，这是马桶的三套卫浴吧，我记得。那因为厨房它有厨具，它好像有附吧。这是另外一套，这个就是淋浴间而已。那一样是好像也是免治吧？对啊，应该是吧。哎，哇塞，这每天起来可能也不便宜的，一个月管理费要6000块哦。哦，再看这一间。哦，这一间就很小了。哦，这一间就比较养生，这一间可能是客厅房的吧，客厅用的吧。好，大家努力赚钱吧，2000万就有了，还两个平面车位啊，先这样子了 ，OK。不好意思，麻烦你，好奇宝宝，没办法。哇，我还有一个朋友会来看。他会自己找时间的、他在南科上班。我在南科。对，你做 Ken 有兴趣。Ken 有兴趣。他有兴趣。他有办法。他住加拿大。接受安宁的环境吗？他曾经到我青叶城家看过、他知道这一个区。他跟我，他看我刚才讲这边，他说哦，那我要找时间来。他如果要去南科这边，走八六。八六给他绕一圈。八六绕一圈。啊，他可能要走那个中华西路的。听说不是那个要盖一条连到那边去吗？我不晓得。那个北外环道路。对。那个也要盖。交易厅。现在盖吗？对，他现在已经在动工，盖到哪通车到哪。这是24楼的项目。啊，这个是前面的。哦。他正常沙发是放外面，只是我们轻松起来。一个空中花园，小小的，这就这一栋专属的嘛？对，那一栋它也是独立的，就对了。哎，哇，这边 view 更赞了。对，因为它这边没有遮蔽，你看，哇哦 ，nice，very nice。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所以说看的，我这走一圈也蛮过瘾的。这边是24楼，刚是从12楼看。我这边都大楼建的越来越多了。最贵的，最贵的公寓。曾经是你的第一啊！曾经我们第一吗？我出来的、我才问。有印象这个，但是他说，老师问你们那个经理，他说，只有短短暂的时间，后来又被别人。哦，这是厕所吗？这是洗手间。比我们贵吧？因为它130几平，然后最高的地方，它前面都卖完。对，我知道了。这是龙凤楼的2楼。它是分你的出入口啊。对，分的出入口。现在我们去。我们可以去一下地下室到 B 栋和2楼的公厕。我就是看到地下室才够，所以才看里面。它那个公厕一二楼的都其实每栋大楼都差不多，但是它地下室做的真的比较跟人家不一样。你要35%了耶。都是这样啊。这一区应该盖，因为这边是限航区嘛，所以高度就最高就是到这边了，不能再上去了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说24吗？对，没有，我们隔壁要盖26。26，可是它还是多个几米而已，还是在，因为我们在飞飞机，它这边是限航，就是60米啊，你不能超过60米以上。对，比水交色好一点。水交色太低了。我觉得不是，因为水交色它原本就高。它第四版就高，所以它一定会缩减它的空间。而且那个战斗机在飞，我们都因为它是正航线下，我就觉得一个
问号，大问号，超级吵的，因为我去那边看房子。而且他那边蛮靠近那个夜总会的。而且那边也不便宜啊。对，那边不便宜耶，那个小平数一平是二十几。这是我们地下室。啊、uh-huh。还有两个特异功能。这个。什么特异功能？置物柜。哦，啊哈。专属的。啊、Tesla 的 charge。啊哈 ，Tesla charge。台达电的，刷磁卡，啊哈，它叫创造里面。这应该是不光是 Tesla 吧，很多电动车都可以用吧。对对对。因为它不是 Tesla 的 mark 啊。那我们所以这栋是几户啊？这一栋的话，单独一栋都六十六户。六十六户啊，所以你们是两栋这样子。对，两栋，所以是很舒服。啊哈。不会很多邻居。嗯哼。嗯哼，他现在到 B， 这是 B， 这是 A， 这是 B， 他那边是 A。嗯，对。按他地下是共通。共通，然后一楼也是共通。嗯。那这边的话可以那个电梯到二楼。嗯。哦，我们也可以到二楼。A 栋的没有 ，A 栋要到一楼，然后走那个手梯。哦。对对对。啊 ，B 栋可以到二楼。对 ，B 栋可以到二楼。哦。还有一个很，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新建的才有这个问题。他那个你下到一楼都要用磁扣吗？电梯下到一楼都要是不是？磁扣一楼好像不用磁扣。哦，对，那你们做的比较好，因为现在讲你从楼上下来也要用磁扣，那我们跟管委会反映了，说应该不需要。那应该是改系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吧？嗯，这就是受服的他的另外一个载货电梯，你看到吓一跳，吓一跳。他老板龟毛到把整个里面哦，用亚克力，透明亚克力怎么搞去？本来一般人家都用。可是载货电梯，你如果住户全部都进来的时候，其实后来使用率应该就不高了吧？因为它是载货用的，所以它保护的。我们还重新拆掉再重弄，这是会议室。对。化妆室，我们老板很在意，就是化妆室的那个设计的。哦、uh-huh. ，嗯，不错啊。嗯，而且我们全部都是用到进口的瓷砖。啊哈。由大到小的配件都是用到一体的一个设备。他房子里面那个卫浴是哪一国的、啊？也是偷偷另外一个 brand 的。对，老板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单枪嘛、都是用到 Glory， 但是 Glory 有分很多等级，我们是用到比较顶级的。嗯哼。对。然后这整个廊道这个都是用到日本的爱卡板，它是抗去奈良一级。那台南其实使用量比较大，就是我们的奇美博物馆，因为它画千万名画，它就是我们的健身房。你们的跑步机比较好。你现在已经有住户搬进来了吗？有搬进来，可是使用度很新的，是因为我们这里住户很少运动。你们跑步机比较好。真的。按比现在。对，我们老板很要求每个东西要用到好一点，但是他重视重量。安全原理。光是要搬这个最近。对，我们也不知道。大费周章。对对对。所以。很漂亮。是真的。嗯，味道。对，然后外面是我们的游泳池。哦，这个大小。然后还有落羽松，然后晚上的感觉很像巴厘岛的概念。啊哈。我要问一下，这个是新老板的 idea 吗？对，没错，他很忠实的，他说这个都要设计。哦，真的，那个躺椅那个，他那个是宿舍。隔壁就是我那个新月城嘛。的后面哦。对。后面。那你看他工作阳台，他隔栅就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有时候他东西会飘出来。恭喜啊，恭喜啊！我是强迫我老婆上车上车哈、
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哎、欸，这边认真，你要放这个。哦。嗯。所以说，刚刚那个厨房就是要给外汇弄的。嗯，哇哦。所以这是住户 book in 就可以用了嘛，是不是？对，登记，然后3小时去楼下登记。啊哈。清洁费就只要花2000块。啊哈。押金3000。嗯哼，那我们就是都是一二楼是做透明的玻璃，然后直接单纯用爪具，在南部的设计是比较少的。嗯哼，对，这是比较大的。嗯哼，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烹饪室，可是我们用到的每一个器材都是比较顶级。嗯，就是有专业师傅来。哇，还有炮炉哎，哇。对，还有光这一台就不便宜。嗯，对。你老板。我可以理解你帮我们老板工作的那种压力，因为我的老板就是那个样子，真的，就是非常龟毛到小细节。他非常龟毛，因为他一直希望客人看到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界面上的异材做结合，所以每一个收边都很仔细。嗯，然后我看习惯我们家的东西以后，我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嗯，那我们都要去试掉别人的案子，跟我们家的是差不多。哇，那个一看肉眼一看太明显啊。对，因为我都一直在这边。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对，像这个收边，这个胶条的一个收度都是非常的漂亮。嗯，对，那我们去。哇，底下还下胶条，一般没有在封的吗？一般都是有，可是有一些很粗糙。嗯，它在一个细节对细节接缝上面，所以那是我们老板觉得它叫做收尾。嗯，所以他说收尾的细节非常的重要。好，我们走下去。那这边呢，特别设计这样的地方，就是除了采光借景以外，如果你的宾客来，你不可能一直招待他坐电梯，所以他从这边出入就可以了。对，这是一个动线。那这是我们的制震器。它那个雕塑是哦哦哦，制震器。现在几乎每栋大楼都会做了。但是我们是唯一一栋做双制震。双制震。双制震做这个，还有旁边有一个斜撑阻尼器，等下会带你看到。那我们是用到新日铁最顶端的。这是我们的有一个室外的开放式的一个交易区，里面是龙珠吧，包括这里面有红酒柜，不是免费喝的哈，免费酒不能，然后是冰箱。那其实我们特别做一个酱板，这个酱板球我们整栋没有贴皮，都是食材，我们用了20多种食材，所以这个都是食材。对，那特别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差，就是可以不用挡到客人的 view。对。所以到时候他是有固定时间会有bartender在这里吗？还是说不会？但是我们老板有想法是说，如果住户量到达以后，他是希望看大家有没有意愿外包给外包。对，六月请工读生，然后做一个简便的一个清食，然后独住送上去。哦，他的想法是这样。说到我想法，我可以讲我们那边的实力。这个外包给外面做，三个月现在要收了。就要收了，不是因为你管制 user 嘛，你管制 user， 因为你用你不可能开放给外人进来嘛，对，所以能进去的人消费，所以请工读生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像这个建材是比较特别，它是一砖薄板，而且它是一体成型3米的，真的布板，真的，它是薄板，它是本来很厚，然后用7000吨的机器压缩到1000吨，所以它硬度只输钻石。所以它完全是防火的，一体大楼也有使用。就是体积一直把它急缩。对，一般不可能那么长啊。它未来会取代石材。对，因为石材它有些界面不好维护。就是比较新的建材就对了。好，现在没有人可以进来。好。这个也是意大利的进口瓷砖。对，这个瓷砖6米。对，那个也是一砖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三温暖，男生女生都有啊。我们现在是男女生，然后有shower区这样。然后整个设计也是。哦，就是游泳池出来的清洁的部分。对对对，女生一个，男生一个。那这是我们户外的那个原野造景，我们有得奖。你说阻尼器是这一个吗？对，斜撑阻尼器。这个东西都是用在机场比较多。可以看斜撑阻尼器，它上面每一根它都有它的身份证。所以一旦它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日本的驻点查察团队他们在台北，他们就可以亲自下去检查每一个地震的受伤。我们老板挺喜欢找日本，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受损的概念。而且他们是地震最多的国家。对，因为他们做日本在做事毕竟比较细。所以我们老板
除了挑每一根建材，他背后他很重视他们的收费。嗯哼，对，这是他还蛮重要的一准。嗯哼，后面这个是也是类似一个bar的概念，对。我就奇怪，为什么他会做一个这么突兀的东西在这里？嗯。对啊，因为今天风真的因为变天了，恭喜啊恭喜啊，不过还有一段时间要奋斗啊，从零开始。漂亮。现在拜大姐。嗯。今天初二嘛。我们每天早上要拜。啊，是啊。今天早上要拜拜，为什么？就是烧金砖。啊。像那个也是我们，大堂都一定会放邓老师的作品，他跟朱明是同门师兄弟。啊哈。所以我们老板是真的很欣赏他的所有的雕塑，是非常自然的雕塑。啊哈。嗯，你们老板是几岁了？50几而已，不是我的样子。那年轻啊，55也是五字头的哎、欸。对啊。也是跟我们一样。美感非常的好，像是这整排的竹木，其实是很细节。啊、嗯、哈。要注意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外头的树木的高度。嗯哼。那些都是奇高。啊哈。你看一下那个圆奏曲，它是复立的，是、它就是属于比较高级。啊哈，就比较参差不齐。有一个只要小于那一两米。我们老板是直接叫人家拆掉重弄，对，所以那个很平均的。嗯哼。你们台南除了这个暗场之外，还有别的吗？九份子。哦，九份子。哦，九份子。可是我们那个都小坪数，22坪到50坪。那这边是我们泰家的代表作，它是60坪到100，到94坪。啊哈。因为看了半天要买大楼，我刚听到我也吓一跳。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因为大楼很重视的景象，都是我们老板都有注意。啊哈。对，所以住在这里是蛮好。嗯。然后快进去吧，有点冷。那厨具的话，你们这边是会这边看得到吗？还是没有？就是 paper 这样子而已。厨具。对，它以后的。啊哈，哦 ，OK， 对啊，没关系，嗯嗯，好，再带你去看 ，OK， 它这是我们唯一先建立的，嗯哼，对，里面有一个，你要先去了解，不用了，好，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保持联络，好，拜拜，哎，小野贵姓啊？我姓欧洲的欧，哦 ，OK， 好，谢谢，好，拜拜。